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哦，姐妹们，弟兄们，我们继续一起走在常年期第28周星期二，就是常年期帮助你亲爱的姐妹，帮助你弟兄，也帮助我神父，在跟随耶稣在天主圣山内的生活越来越成熟。我们不是好好的活下去，我们好好的活上去，上去，好上去。我们今天在圣方济亚西西第13世纪的伟大的圣人，我们恭喜恭喜圣方济的大团体，神父们、兄弟们，恭喜你们！你们有很可爱的一个珠宝。好，你们继续为教会、为社会服务。好，我们在福音当中，耶稣拜访一个法利赛人。在他们家里吃饭，在他家里吃饭以后，那个人发现，你们都记得耶稣非常自由的，从小的时候在圣母玛利亚、妈妈玛利亚和若瑟长大，很自由的，很纯洁，很充满爱，这些 外面的东西，西北的西北都是次要的，重要的是注意人。那么那个法利赛人看到耶稣在开始吃饭的时候没有洗杯洗手，嚯，就觉得怎么可能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。耶稣发现马上就看得出来他的反应，那耶稣就向你开的姐妹，向你弟兄我说话。说你们法利赛人只会洗净不盘的外面，被盘的外面，但你们心中却充满贪婪和邪恶。好厉害的话，耶稣，你站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说你说话，希望我们心中，我们也是这样的法利赛人，我们愿意更相信你，里面、心内、外面都是一致的，完全以爱。那个法利赛人不是以爱欢迎耶稣，和他讲话，老师，我很想听你的道理，没有，就是看他怎么现在表现，完全注意外面的事情。我们今天要听到，要学到，继续学，姐妹们、弟兄们，耶稣叫我们注意最重要的事情，重要的、最重要的事情，心里面有爱，没有爱，他教那些，耶稣教那些法利赛物质的人啊，外照面的，不是照了里面的，是要把你们的背叛的里面的东西施给穷人，你们的一切便都洁净了。
也是我们感谢你这样的话，让我们真正的以爱心为当作我们每天的生活。今天的创年期的星期第28周的星期二，很短的24个小时，完全的和你在一起，明天再说。谢谢我，谢谢感谢感谢主，你在我们当中。谢谢你，阿利路亚。